香港饮食大亨向华强、张智向佐，2020年与台湾女星郭碧婷结婚，育有一对儿女。12日适逢母亲节，他还在社群晒出与老婆、妈妈聚会的合照，但网友看到照片后纷纷歪楼，惊呼仙女怎么变了样。昨天，向佐在微博晒出三张照片，只见桌子中间摆着粉色蛋糕，后方还有花束，夫妻俩一人抱着一个小孩，与妈妈陈兰一同欢庆母亲节，画面十分温馨。但却有网友质疑，向佐把照片修过头了，导致郭碧婷的脸部比例变得很奇怪，像外星人，更怒批他只顾自己帅。